来，帮我把旁边的车窗摇下来哈，然后熄火关大灯，我们做个检查，看一下证件。来，那看我熄火，开始熄火。哦，车也在看见了。哎，不，不，不，刚刚。哎，不好意思。啊，再检查看一下。是。是什么东西？啊？从你口袋掉出来的，是不是你的？是。是吧？哈、哦、，OK 啊。来，三项权利哈，跟你告知，那叫什么名字？你现在是？啊，再检查看一下。你这个是什么？是什么东西？啊？从你口袋掉出来的，是不是你的？是吧？哈、哦、，OK 啊。来，三项权利哈，跟你告知，那叫什么名字？你现在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啦，然后你无需违背自己的陈述，然后你可以保持缄默，然后你可以选任辩护人，然后我们三项权益给你告知，好，听清楚吗？好，那这是你的啦，哈，这你的哈，这是你的啦，是阿弥陀佛吧，哈，对，是，我这样对你车子哈实施附带搜索，哦，你了解吗？上铐。哎、啊，下班了。我们会帮。那我们慢开回去。等一下，先这样，我先给你上铐。这车顶还没有。没啊，没啊。